哇，小朋友穿很漂亮，好像小仙女在那边拍照。其实月世界还不错啦，它是一个不用门票的地方。如果没有看过这种样貌，它是要泥眼分布。如果没有看过这种样貌的话，来这边走走很不错的。我这样快速的走，已经走将近一半了。走到这边人越来越少，好像很多人都是走到一半然后再折回去，很可惜，应该要来绕一圈才值得啊。不过也没关系啊，这里是没有门票的。我前面一大堆人，大概是一个大家族进来这边玩吧。这是整个可以看到月世界的景观。环湖步道，环湖，原来这条叫环湖步道，问题是没有湖啊，底下都长了几根草。往右边走，往右边走是要看什么？好吧，走一下吧。人多的地方一定是有好看的。这个方向我忘记我有没有来走过，可能是新的点吧。弟子不禁止攀爬。来这里是看什么？我都已经走了一大段了，走到这里是一个空旷的地方。哎，前面是外国的小朋友啊，是一个外国的家庭。好运。在过去是天梯，嫦娥奔月之路。哇！哇，还要走吗？还要走吗？这里是月世界。外国家庭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。